原來幸福是很簡單的，不是你擁有多少，而是你肯付出多少。當你懂得去分享，當你懂得怎樣去用真誠、用耐心去對待你每一個身邊的人，你自己都會感受到很幸福。我就未寫過啲馬來西亞嘅聖誕嘅。你頭先見到馬來西亞嘅聖誕老人，我都好開心。你哋開唔開心？開心。我想分享就係細個嘅時候，我會好想聖誕老人可以送到一啲公仔啊、文具啊、手袋啊、衫褲啊、靚仔啊。大家都好中意我啊，即系呢啲咁嘅嘢。但系到我大个咧，我嘅性格就已经唔同晒啦。我依家嘅愿望系大咗好多。跟住呢晚嘅圣诞节，我想俾大家知道我鍾嘉欣嘅圣诞愿望系乜嘢。咁藉着呢一首歌咧，希望大家会明白。